不会做饭怎么办？你需要万家乐 Mate 7自动烹饪系统。万家乐 Mate 7自动烹饪系统。好了，来了啊！好，我这边也是把这个竞价改了一下，是吕布能不能进决赛？拿冠军我觉得有点难，进决赛吧，有机会。我来改一下名字啊。好了，吕布对 Trap。吕布 ，Trap。他如果进了决赛之后，我们会放星星点灯的。战歌，哼，但是他要能进决赛啊，进不了就算了。我们在打到四强的时候就会封盘。对，不用打四强的时候封盘，我就告诉你，万一。万一吕布连四强都没进，这一场就输给了 Trap 怎么办？那我们九点钟封盘吧。可以啊，反正我开了竞猜一个小时的。没有，他这个好像现在就一直开着，不能封盘。哦，这样子。吕布假装开那个，假装开野兵营啊。嗯。你们每天说爱吕布，看你们到底有多爱吕布。我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，吕布这个小组，就这个半区，他有哪些选手。说实话呢，从我角度来说的话，他打进决赛应该也是有很有可能的事情。他这边半区有杰伦，有那个有 impact， 有刚才你们看到的 Kratos， 妈这些都有范太子，不值一提，在吕布面前，还有夜蝶，还有 QZ，哎、还有 Miki， 算了吧，吉姆，还有 Misaki， 你妈的不要数了，这些连人都不算、啊，妈的你这个。不，他们在吕布面前是人都不算呀，就被暴打呀。算了，妈个鸡！你前面数的几个还能打，后面数的这些吕布上去，哎，就跟你妈的，你说现在天下第一武将要争夺了，然后开始数的是什么张辽、张合这种数完了，然后数到后面就是周仓。周仓还可以，好吧？周仓，你不要小看周仓。我说争夺天下第一武将的时候，你就是这种了。周仓廖化，廖化，你妈的就数出徐少荣，那就数出这种来了。你妈这怎么打嘛？也是啊，你要这么说也是。叫什么马铁？你妈的，马铁还可以啊！我告诉你，蒋软，蒋软甲鱼好吗？还有个，他还有什么？夏侯淳，没错，妈的，我这个夏侯淳怎么不行啊？他说夏侯淳是谁吧？夏侯惇呀。哦，夏侯淳，你妈的，也是奇才。甲鱼，我这个甲鱼还可以。
妈的 no 总真的是我有点遭不住了。好，隐形女妖打不到东西，隐形女妖都在家里面等着呢。他是隐形女妖带投地雷，都打了，其实还挺飘逸。嗯，没什么机会啊。二矿是有你读乐境和月境，至少还是个多音字，对不对？对的。妈的，这种蒋软是怎么读出来的吗？蒋软是谁吗？就蒋那个蒋姜维呢？不是，是就玩鸟那个呀。啊，蒋庆啊。蒋庆啊，他妈的蒋软。哎呦，这吕布不会被飘死了吧？这哎，不会吧？这就一波走了，吕布啊！哦，有两个女妖，有女妖，但是有凤凰。哎呀，顶级，但有那个先知啊！小宋，吕布，你妈的！哎，你妈吕布就这么实力啊？快封盘！不，这个不，这个不能封，这个复活太过分了。这你妈一波就死了？第一场。就这样死了？这你妈！这什么呀？吕布在打？那吕布肯定很气，现在他妈别人使毒一飘就死了，我操！吕布也是人，心中的痛苦向谁说？好了，进，不要唱了，进来先进来再唱。妈的，你又进不了你的，你还没进呢。我进了呀。我去加吕布。哎呀，不行，我明天要去弄弄脖子，要断了，感觉。今天睡落枕了。哼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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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啊，吕布这是在打些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我脖子短是短，但是也有的呀。去捏一下。不，你只是为了找一个借口去捏一下而已。不，真的很痛。我那个就要下星期来带你去嘛。去什么？松骨呢？啊，我不要。哎，你去一次你就会爱上他啊，就不要爽的一逼，我跟你说，弄完我带你去啊。我不要，你去死吧你。上次法人跟我两个去爽的一逼。啊，你先说着，你先 O O O 一下。好，我那个不用我先 O， 你随便找一个 O B 就好。有人在 O， 我跟那个我回别人个电话。也并赢。苦瑞特现在的 T P 比 P P T 要比 Trip 都要强，我告诉你。你不要小看苦瑞特，李培南被干是很正常一件事情。你想想李培南大哥是怎么死的，雪奈良是怎么死的。下面 VF 基本上可以知道你的战术的。吕布不要哎，如果吕布待会儿有什么劣势，我觉得不是很能搬得回来，我就直接封盘了，你们不要怪我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暂时看不出吕布有败相。
这也边看就是强行把让神族开不了二矿，然后先单矿跟你打。虽然说人族的经济也不是特别好，但反正人族爽了就行。怎么着呢？要一波啦？枪兵导弹车一波，两个导弹车的时候拼一枪，然后两兵枪兵不停，带个运输机，再接个解放者，那么飘逸的战术啊！这战术没见过呀，这战术啊！一个农民拖要拖，就至少要拖三四个农民吧，一个农民肯定不行。好了，来了。哎，却不被打死了，这样。他完全没想到对方会这么打，他现在还在防雨衣女妖什么的。我回来了。好，看一下，看到了。哎，这走远了，走远了。什么情况？我回来，吕布你妈的就赢了。对啊，这你妈！啊，这怎么打嘛？先，随便你先干嘛？这你不可能打得过的呀！换农民就好，两个导弹车太凶了。你抬，随便抬。哎，把这个凤凰秒了，打完凤凰都没了，机器，那么凶啊，吕布！他这个一步有点奇葩。哎呀，感觉吕布还有机会啊！都在叫我走，说我一走吕布就凶了。妈的，47万说不能，15万能。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他这轮赢了，才16强。这轮赢了才16强。顺便告诉大家，茂神又被2-0。无情的被淘汰了，他不可能打得过那个。进，他不可能打得过那个索拉的呀。那迪米拉五已经进到16强了。Miki 16进8打范太子已经是具尸体了。够呀！怎么说呢？哎，我觉得，就李佩呢，如果被淘汰的话，中国选手没有太大的一个竞争力。有句话，摸摸赛的呀。哎，摸摸赛的就算了吧。摸摸赛的先打一个不认识的，然后再打一个韩文明，就进八强了。然后八进四打那个。打 Ragnarok 呀。对呀。摸摸赛的说不定有机会啊。老子不信。我说只有摸摸赛的有机会，这里面摸摸赛的好歹也是个6100多6200分的人好吗，你不要小看摸摸赛的，他已经不是你心目当中那个把5800分的弱智了。好，又去了，又去野兵营了，狗逼摸摸赛的谁在发呀，不是我啊，摸摸赛的呢，其实打的还挺好的。他主要妈的很认得清自己的位置，你知道吗？强的时候就猥琐点，弱的时候就拼一点。摸摸赛的，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啊，当我觉得吕布已经劣势很大的局面下，我就直接封盘了。切。干嘛是这样的呀？你们不要怪我，这个是为了对那些投那些拼一枪投不能的兄弟负责任。哼，狗逼打了个笑脸。
哥就也逼你怎么你怎么办？他们俩关系蛮好的，以前一起长大的。你要想当年他们两个一起来中国的时候好小啊，对，对吧？曾经在女帝的指点下苦练的少年，这两个都是。吕布当年过来的时候，没想到他能够成为韩国新之二届的一朵，怎么说呢？不是说奇葩吧，他的一朵粗。一个粗壮的一个擎天大树，哼，可以的。我告诉你，吕布，当时我都觉得不，我不觉得他很强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是不强，他后面变强的。哎呀，甩的可以啊！不不，这个不要说甩的，这个让你甩你也甩得来了。野兵的战术太多变了，强行跳进去继续摔，他去杀农民，狗逼！好，可以走了。又追不上，抓不到，很气。狗逼打字，哈哈哈！妈，吕布什么时候那么外向了？他跟熟的人就很外向，但也是有这种人的呀。跟熟的人就很外向，那跟不熟的人就很内向，这种人很多的嘛。那不我吗？不，那的确是你。我跟你性格还不一样，我是跟熟的人和不熟的人我都很内向。其实我还是个挺内向的人。差不多，我们俩差不多。对，不熟的基本上都不交流的。不熟没什么好交流的呀。他们不相信我们两个，我靠！哼，我操！我跟你说，孙哥，你妈看到女生都会脸红的。我靠！内向的一逼，你妈的！别人那种女的找孙哥聊聊天，孙哥你妈的闷起来，闷葫芦，一个脸红的一逼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妈的，他们不相信就算了。啊，算了。哎，会不会中？会不会中地雷？他要勾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他想勾。哎，这一波如果进去的话，吕布遭中了。吕布，还好。家里面他还有两颗雷，他勾别人过来，狗屁。他炸死了。切，勾了还跑。哎，死了呀，吕布。家里面传。地雷，赶紧找个地方埋，快跑！啊！这你妈的，雀谱也没挣到什么东西啊，感觉。这还是赚的，还是赚到了。他也送了一个追猎的呀，一个追猎一个先知，打了几个农民嘛？三个农民，你妈的雀谱亏了好吗？哎，这里再打一个先知，狗屁！怎么办？你他妈，你只能看着他在这里埋着。给你三个那个凤凰，哎，再来！啊，不要呀，亚麦呆！哎，上面装了两个，再来。上面继续。他要勾。你干脆就全部埋这里，勾他回来嘛。他不弱智啊。这你妈狗逼！他在思考，进去了。啊，地图中间全部都雷，他不会回头被炸吧？一颗，两颗，哎呀！终于中了这个地方 ，Jeff 你妈心。好了，一波了。这里还要中一颗雷。哎，那么多雷啊，这怎么办？他妈的，路过全是雷。太他妈脏了，对不？哎呦，这不散的还可以，但是还他妈要中。
这一步还有点痛的。哎呦，哎呦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两个是托，全 A 了，没血了，这他妈，却不主要凤凰没了。但我觉得吕布农民比却不少很多啊，你虽然说搞到一些东西，但这都是花拳绣腿啊。就看他中期这一波出来怎么样了，但我感觉打不到什么东西。又要勾这勾逼，这你妈！一个雷没用，要两颗的炸。怎么感觉到处都地雷啊？这地雷削了还真的好，不削你妈换以前真的想死的心都有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以前不显形，妈的这太吓人了。不显形就无敌啊！不显形那时候神都怎么过来的？哎，还有隐形女妖在血布家里面。啊，三开继续炸屎！他哎，这个怎么办？没有那个没有，哎，没隐形。隐的吧，刚才还是没隐、啊。他没隐形，他。这波如果隐形刚才进去就遭中了，什么 VR 都没有，先知也没有。刚才那波是可以反杀的。他又在勾，这狗逼。却不从下面去打他矿，怎么感觉这里还要中啊？哎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没有。强行压基地是对的，地雷埋好。哎，这波农民死得很伤啊！想一想加，一个两个，但没用啊，这个死了太多了，风暴！哎，不过这个防空其实还是起了点作用。吕布死了呀，让你炸死！切。很不爽、啊，哈哈，让你鸡巴炸屎！我靠！哎呀！啊！地雷！啊！没炸出来还行。那刚才如果炸出来，遭中了。是雨布，你妈的！但他不想退呀、啊，但却不还是使徒。感觉这波飞就差不多飞死了，怎么可能？封盘，我来封。封盘呢？妈个鸡！这波使徒不得了啊！哇，再来一坨使徒，再打毛啊！你纯机枪一上贴上来就没了。我靠，吕布看这么多。虽然地雷炸的是很爽，但没用啊！没用的呀，机枪还多。多了。好，被夹。散一下，漂亮。我真的炸完之后，这个机枪扫使徒还真的有点快。把这接回来，他还想打。干嘛了？不想退不行啊！太多了，这他妈的这使徒。打毛啊！这死了、啊、吕布。哎呀，吕布也死了呀！我靠！不是他你妈炸死炸那么嗨，他不死谁死吗？为什么你妈的？哎，你在的时候他就死了还打了个鸡，我操！